Hello， 我是 Nancy， 我是嘉韵合唱团 Core Chorus 的 founder 同埋 conductor。合唱团2017年诞生，咁我哋咧就系一班好中意唱歌，尤其是唱日文歌嘅朋友咧聚埋咗一齐。因为我哋 Core Chorus 唱咗好多日本嘅歌曲，当然希望第一个海外表演嘅地方就系日本啦。另外，我哋都知道呢个比赛背后嘅理念好好，同埋嚟自不同国家参赛嘅合唱团都有非常高嘅水准。相信我哋嘅团员都会大开眼界，学到更多，亦都会增值自己。所以我哋拣咗参加 TICC。海外交流团咧，其实系即系令到我哋嘅团员大开眼界嘅一个机会啦。因为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即系唱歌有好多种唔同嘅发声方法，又或者有好多种唔同嘅演绎嘅方法。咁去海外交流团嘅好处就系我哋有机会见到嚟自世界各地嘅唔同嘅队伍。我哋可以由唔同隊伍嘅身上面發掘一啲新嘅嘢。我哋成立嘅時候咧，係因為我哋熱愛日本嘅合唱歌曲而成立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將日本嘅歌曲，特別係松下耕先生嘅作品帶翻俾日本嘅觀眾。所以咧，我哋喺啲交流嘅音樂會或者係一啲嘅街頭表演度咧，我哋都會擺翻松下耕嘅作品同埋其他日本嘅作品，都將呢個日本嘅音樂分享翻俾日本嘅觀眾。我哋 Core Chorus 參加咗 TICC 東京國際合唱節嘅民族音樂組別項目嘅比賽，所以我哋好希望將香港嘅廣東話音樂傳揚到海外，唱出香港。多謝 Core Chorus 嘅邀請，同我一齊介紹咗三首由王晶同埋顧嘉輝所寫嘅流行作品，重新編過成為合唱嘅版本。希望大家喺呢個東京國際合唱比賽有個好嘅表現。Hi Core Chorus, thank you for bringing my music to Japan.I'm sure you're going to do well, and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同埋我哋嘉韵合唱团嘅团员咧，好多都系有全职嘅工作，所以夜晚黑嚟 rehearsal 嘅时候咧，都会好赶，就系咁喺度唱歌。所以我哋希望今次呢个七日六夜嘅交流团咧，大家团员可以更加认识我哋自己嘅另外一面。咁希望将我哋嘅友谊更加强化佢嘅。我哋揾咗自己嘅设计团队，设计咗一套中国服饰嘅衫。我是 Annie 啊，今次真的很開心和很榮幸咧，為到 Core Chorus 去設計同佢哋一起諗呢一件嘅 costume， 咁希望咧佢哋咧著住呢件衫咧喺零舍唱得開心，同埋發揮到首歌嘅特別。我記得啊，係有一個 team building 喎，好似係乜嘢啊，佢哋？我哋應該揾個好靚嘅景啦，咁又會影好多相啦，同埋拍一個 music video 嘅。所以今次咧，我哋係會帶咗一啲嘅攝影器材啦。咁另外有一 team 係專係負責負責影呢個 video 嘅，包括埋我個仔咧，今次都落場。哇！外景啊，仲要去外國，哇！我人生未試過，好緊張。所以我哋好期待。係啊！加油！加油 ！Hello， 首先要多謝 Cool Chorus 揾我幫手排《合海豪情》同埋《慈母手中線》嘅 movement。咁希望大家今次喺日本可以將呢兩隻歌帶俾日本嘅朋友，同埋可以攞到一個好好嘅經驗，最好就梗係贏埋獎啦！記住，慈母手中線要表現到一個好靚好靚嘅畫面，而合海豪情咧要表現一出一個合意精神。好，大家 enjoy have fun， OK？ 我哋已經準備咗啲 souvenir 送俾啲團員同埋日本嘅朋友。而我咧就成功帮大家揾到一个好靓嘅场地 ，for 我哋 pre TICC 嘅 concert。系，同我哋已经准备紧嚟紧嘅 poster 同埋场刊添。因为咧，我非常之中意唱日本嘅歌曲嘅，咁呢个团咧 Core Chorus 咧就唱咗好多日文嘅歌曲啦。今次咧能够咧可以去到日本呢个地方比赛同埋表演咧，令我非常之期待同埋咧好开心啊！咁我咧就係首次參加 Core Chorus 嘅活動嘅，咁我自己都好中意合唱啦，咁但係都好耐冇比賽啦，咁希望咧藉住今次嘅比賽咧，可以挑戰一下自己之餘咧，又向 Core Chorus 嘅隊員啦，同埋其他嘅隊伍咧學習一下。第一次咧有機會參加香港以外咁大型嘅比賽咧，對我嚟講係好難得嘅機會，同埋我覺得藉住呢個機會咧，可以學識到其他世界各地唔同隊伍嘅表演啊，睇下佢哋嘅文化咁樣咯。我覺得最好玩就係我哋雖然好似唱緊唔同嘅音、唔同嘅節奏咁，但係我哋夾埋一齊係帶緊一首好靚、好好聽嘅歌俾觀眾。係啊，又可以一齊唱歌，又可以一齊食壽司，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噶。仲難得可以在日本這個大舞台裡面帶給大家有廣東話的首本名曲。
是啊，我都參加了 Core Chorus 好一段時間了，今次第一次可以衝出香港，可以去到日本這個這麼高水平的合唱平台是一起分享音樂，和日本的朋友一起去交流，真的很開心啊。今年有這個去日本的比賽，我很興奮，所以我就參加了。咁我咧就我喺 Facebook 見到我參加 Core Chorus 嘅朋友啦，佢表演嘅時候 post 咗啲相出嚟，咁我覺得個 chorus 好正，同埋啲歌好好聽，咁所以咧我就參加咗呢個 chorus 啦。咁後來知道有機會去日本參加比賽，我就覺得呢個機會好難得，咁所以我都參加咗。係啊，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高水平啦，而一個國際化嘅一個比賽。咁 Core Chorus 話參加，我一定第一個報名啦。細個參加合唱團嘅時候，從來都冇諗過會可以有去外國交流嘅機會，所以而家見到好多學校嘅合唱團可以去外國比賽，好羨慕。今次 Core Chorus 竟然有呢個機會去東京參加比賽，我立刻就參加咗啦。近年主要都是大學生去比賽啦，咁以合唱團員嘅身份再去比賽咧，其實都好耐冇試過，咁所以尤其是今次可以去到日本參加呢個國際嘅合唱節咧，真係好期待嘅。對上嗰次出國比賽已經講緊好多年前做學生嘅時代啦，而家人大咗啦，再有機會可以出國代表香港比賽呢件事真係好令我期待啊！我咧就從來都未試過參加呢啲比賽啊，所以今次係我第一次參加一個合唱團嘅比賽，所以就好開心，亦都好期待呢件事。對我嚟講咧，最難咧就係背好曬啲譜啦，唱好曬啲歌啦，仲要做好動作，仲要三樣嘢都做得好好嘅。另外今次咧，我哋咧係第一次做作曲家首演嘅作品，所以咧難度就相當高嘅。我就唔覺得係咩挑戰嘅，因為我個目的咧係一個美好嘅回憶。最難嘅嘢，籌委會已經做咗啦，我哋都好放心。但係你一定要我講一個最大嘅挑戰咧，喺而家咁多病菌嘅情況之下咧，最大的挑戰就係保持一個最好嘅健康。到時我唔會缺席。對我嚟講最大嘅挑戰咧，就係因為我今年先至加入 Core Chorus， 咁所以咧我要喺有限嘅時間入面咧去融入大家嘅聲音。其實好開心可以同丈夫一齊參加呢個音樂盛會，仲好難得有仔仔幫手做呢個義工添。This is going to be a 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I most look forward to the wonderful exchanges between choirs and chorist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我最期待的是可以带到香港的音乐，尤其是一些广东话的歌曲，给世界各地不同的朋友去听。It will be an amazing opportunity to listen to different diversity of vocal repertoires. 我们到制服是非常潇洒，我相信在国际舞台上会令人眼前一亮。我们 TICC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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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CC 一个 TICC Go Go Go